大笔终于用上了。把颜料用掉吗？没有，我把颜料弄掉，不用掉了。皇家胭脂就变咖啡了。你们两个，我上次有做，不是，那应该要咖啡色了，我是没有用咖啡。两个没来，所以就往前面点点。哦，龙也没有，对，龙也这学期都这种卫生纸，这种纸它会贴那个。十九号就不用了，这边这两个都问哈，就是你们今天两个，那这边后面就这样。因为26号我们要领，所以是这个就可以。他们说你来做这个，车上，如果你们家用毛毯的话，它就不会这样贴近，那就不会。那个染色的时候就天哪，毛毯都嘛丢掉了，丢掉很可惜哦。白绿用剩下的绿，你看你这个，你这个烟都会过来。云彩的走掉了。那很忙啊，那又出国，那又要去美国。请人要什么东西？你说什么？园区他都请人呢、啊，他都请人。干嘛要自己做呢？他都请人。他都请人呢、啊。然后他女儿很棒，他儿子女儿，他那个女儿都，对呀、啊，都帮他负责。小孩也，你不要看他很有礼貌、欸，不会说家庭环境好，小孩子不会、欸，很有礼貌。
染色不好染，淡淡的颜色就好，在背景。对，这张类似西画，但是没有西画做的这么完美了。西画它立体感啊，它的阴影都还要打光，然后看得到影子干嘛？我们这都是大概大概的。那西画它，我们也是要注意，就是说它那个。可是就没有像西画，西画都会一个灯这样射过来，你的立体啦、阴暗面啦、那个光点啦、光源啦、那光点还有环境色，什么色都你都要相辅相成，那这个就比较那个。我想我用那个蓝色的，刚好浅浅的蓝。染色你们要小心哦，这一染下去，整张就毁掉哈。嗯。淡淡的就好。这样子要拉，再来一点。嗯。偏蓝色。因为你们这个布很不好染哈、哦，这个布它非常不好染。它全部，然后这边比较淡，这边比较浓，它是做的。
因为多画几张，然后下去玩嘛，我看看嘛。对，你怎么玩都可以啦，说不定。十一点了哈，差不多了，不用全部染了，因为五十五分还有五分钟，还有五分钟，不用全部染了，因为全部染也不见得好看。这种布，站就好了，好，应该站就可以了。我已经有门到了，哦，没关系，还可以救，这个是。